现在在罗东运动公园，早上呢去吃了一个很在地的米苔木丹早餐，然后吃完早餐后呢就来罗东运动公园散散步。我觉得这里还蛮漂亮的，它有运动场，有篮球场、棒球场，然后还有就是田径场。然后我最喜欢的其实是这个水池，然后很辽阔很大，然后也有水鸟，然后也有很多人来这里喂鱼跟喂小鸟。如果你也想喂的话，其实有摊贩可以卖鱼饲料了，但我没有特别买来喂，因为蛮多人在喂的，我觉得他们会吃很高。那我们就继续在罗东公园附近走走吧。P5停车场附近，然后这里其实有一整条的落羽松，十二月来的时候其实已经有一点红了，还蛮漂亮的。如果你刚好也要在最近来到罗东运动公园的话，或许你也可以来看看落羽松哦。我希望我影片剪出去的时候你们还看得到。这里很多文创的小店，然后有挑染的，然后也有一些染布的。因为店里面基本上都不太能摄影，所以如果你们想看的话呢，就自己来逛逛吧。骑去罗东林场，现在在罗东林场的那个步道上，然后我的右手边呢就是畜牧池。走出来之后呢，才发现原来它以前也是一个火车站。那我们现在已经把罗东林场的园区绕了一圈了，也看完了很多的美景。那我们现在就慢慢的走出罗东林场，去林场肉羹吃碗肉羹吧。
回台北咯。这里是延吉生活，我们下次见。